挖墙山撞电缆，通电曼福特不死。玩挖墙山撞到雀，小事啦。但撞落过曼福特嘅高压电缆就 ……Daniel 礼拜日喺英国剑桥郡马奇玩挖墙山，准备降落小型机场，点知卡住咗，离地两米成十分钟。Daniel 仲 feel 到电流喺身上流过，以为自己会死噶啦。好在机场职员教佢点样解开啲电缆，最后大难不死，只系手脚轻轻烧伤。不过件事就令当地50户居民停电超过2粒钟啦。